Morning，昨天刷到星巴克桂花新品的推荐，今天一大早迫不及待来品鉴，顺路捎上麦当劳早点，用美味开启新的一天。最近早餐总是这几件，大家看腻了也请理解，毕竟我还没吃腻。薯饼加进麦满分里，和芝士猪柳太阳蛋叠在一起，好吃好吃，百吃不腻。桂花绵云拿铁，桂花味浓郁，两泵糖浆正正好好，不甜腻。这波桂花 battle 星巴克赢得很彻底。 查博曝光一只喝水漏一地的小猪。下午来杯芒果冰淇淋，冰冰凉凉，热量就是零，一杯吃得干干净净。幻想家里开小卖部，拥有各种各样冰淇淋。晚餐按照菜谱来做，照烧鸡胸肉，空气炸锅版本不用一滴油。切花刀，加入以上调料腌制二十分钟，送入空气炸锅一百八十摄氏度二十分钟。别忘了十分钟的时候翻个身，出锅撒上白芝麻。 营造氛围感就靠它。再来瞅一眼，今天晚饭还有些啥：冬瓜排骨汤、煎鱼片、土豆牛腩、蚝油生菜，表皮酥脆，很入味。不过没有用锅烧出来的嫩。在家就是不停的被投喂，当然还有自我投喂。昨晚追剧吃了些快乐食品，这热量标注的真聪明。今晚的自我投喂在这里。看剧总想吃点什么，情不自禁。晚安大家，我继续追剧去，明儿见。